西安那个人进入那个博士府中。好，操纵。上下左右。嗯，知道。然后这是已经启动了啊，再取消。嗯，取消。然后说，等一下，这个就是啊，对，然后取消。倒车，倒车进入。啊，倒车进入。然后说轨迹，方向盘，转轨迹。这个等着我们主机轨迹没出来哈。嗯。好。要把原车主机，要把我们机器的轨迹关闭掉。因为原车有的话，你不需要再做了。啊。好，可以。退出。好，退出。操作空调。操作空调。对，这风速降，按 Auto 那个整个屏弹出来。这里断机了，对。那 AC。内外循环。丢啊，上去。好，那温度。再按一下那个。我知道，慢慢的。下面这个 auto 键，对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开下车门，关下车门，关下车门，再开。OK， 可以，可以了。还要什么操作？不要了。